哎，左眼睛呢？刚才左眼睛，好像，被什么碰了一下，是的，哦，左眼睛呢？我们记得吧？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我们讲过外星人的，那个变形金刚，在南部边境呢，帮助那个，来保护那个边境的，但最近呢，没有再有这方面的信息，实际上，那个，变形金刚在南部啊。那个时候就设置了一个监测数量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进入啊？实际上变形金刚已经在那边统计了，因为一直在统计嘛，没有过多的提起这个事啊。实际上海上路上都见识到啊，现在连智能生物做成乌龟模样的也加入进去了啊。当然变形金刚也是智能生物了啊，是早就盯上这些了啊。早就盯上这些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还在不断恶化呢，是让人们知道，有这么一个事，让人们亲身的，体会到有这样的事，不然的话，人们，估计在这个很抽象的事啊，好像同他生活，关系不太大，但是现在看到这个事情一暴露出来以后，就发现很多人，感觉到这个同他们生活密切有关系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